姐，咱们竟然还有存货，大油边还有上回剩的猪心。我放的，我知道。一会儿让小李子烤呗。说这里有好多东西。嗯呢，看冰箱都装不下了。呗，我妈从我老家回来了。不是，我是给你老倒地方，是不是啊？嗯。我妈那，你别说话，最烦人，菜我谈。我妈不是上我老家了吗？回来可能我老又给倒腾一堆菜，然后要拿我们店里头来。你说俺这冰箱满满登登，搁不下，那都多占地方啊！对呀。完了，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事儿。嗯。就是这个半干明太鱼。大家记不记得过年期间好多好多朋友都囤咱们过年吃的那个半干明太鱼，然后呢一直断货了，但是现在哎咱们有货了啊，这个是一斤装的，放微波炉烤箱炭烤都可以，一会儿再把这个烤了咱整点。行，这回这个鱼还大呢，你看。等会儿小李子来了之后咱就开灶呗，开烤。嗯，这孩子我发现了，真长大了，总拆我台，小的时候总收拾的，你记不记得在咱妈家饭桌上说等长大了干的小姨啊，我瞅这架势比我高了，我也不敢影呢，比我高十公分呢。没事你放心，俺家孩子干不出来干你那事儿啊。你能干我不？你能打我不？那行，没反天。对呀、啊、那能反天吗？瞅瞅我妈种这花开的多好看，好多路过的人都过来拍照了。你很冷吗？早上冷啊，早上下雨了，不知道吗？知道啊，中午还下了呢。我冷啊，我睡的是套着吗？我有一件大事等着你办呢。啥呀？支炉子，把上回的猪心和油边烤它，就再也不惦记了。还有就是今天有更好吃的半干明太鱼。还好没吃饭。几点呀？中午吧。你们吃完该走走你们的呗。俺们仨都买了。大肉边咱买了，那天你歇着吧。啊。我们俩平均分。那个有那个猪心，咱拿走也行，平分。是我买的。签子给猪心给你们。那签子我买的，炉子也是我买的，炭也是我买的，咱都拿走。那个半干明太鱼烤的，你们谁都别吃啊。我们炉拿走。我们炉拿走。什么呀？我们把炉子拿走，我买的。是这样干啥抠眼珠子呢，在这儿。走不干。炉子、油边、猪心、半干鱿鱼，拿家去。哎，完事儿了。咱家楼下也能是吧？哎，那烤不了。快吃。快吃，刷牙打包拿走。什么？抠眼珠谁不会玩啊？他吓着。这你们抠我能抠了吗？眼镜。我给我买的。怪我有眼无珠。咋的？认输了，姑娘。都赢了。怪我有眼。没看清小姨的面孔。我李哥在外边生炭呢，我在这儿把这个小鱼儿烤了。不搁炭火上烤，直接搁这个吧，搁这个。看我数啊，吃几个？姐夫，是不是？加瓶啤酒。加什么啤酒？这个鱼个头稍微大一点，所以肉也多。直接放这个空气炸锅里边烤个两三分钟就行啊。中途的时候可以拿出来翻个面啊、哦。最高度200度。小蚊香一放，小蚊子一只，小风一吹，再接小串一撸，没有小酒啊。行吧，就要烤到这种样子，这是最好吃的。我来一个，俺两口子替你尝个鲜啊、哦！哎呀。咱俩吃，来，哎呀妈呀，别喝啤酒了啊，打游戏吃鱼，是吗？来，我也馋这口了。游戏都不能打。过年那段时间咱可过瘾了，我姐夫还拌小料呢。不行啊，烫手啊，等会儿吧，不行。嗯，这凉快，就是这个味儿。稍微凉一下，哎，这太烫了那。不是，那老烫了，摸都摸不了，那忍一会儿不行吗？咱们，我就搁这凉了，那这那那扒上我鱼来了，我那干啥？在这要看？我看看，我姐夫老小气了啊，他那鱼放里头，我寻思我看看熟没熟，完了他就赶紧起来吃了，完还说我扒的鱼。就因为太烫了，凉快。这个鱼里面就一根独刺，扒开之后全是肉，就是不用兑料也行，它是有咸淡味的，带点微甜啊。我们过年那时候兑的料就是搁沙拉酱和芥末。嗯，
完了放一滴的酱油兑一起。哎呀妈，全是肉柳啊！啤酒屋跟酒吧的一个普法，全是肉。再烤呗！哎，你看他俩，他俩把鱼烤了就吃了。一会儿哈，他要吃串儿，完刀架他脖子。随便夹，吃不杀就行。这个还不好吃，他受不了你俩。对，不好吃你多吃啊。胖是个凉快的。我叫马鞋子。还没化透啊。那能烤不？就想知道影不影响吃。对。瞅瞅我姐啊，屋里鱼吃完了又出来了。刚才鱼没给我。这屋里不还有呢吗？再烤呗。我姐又回屋烤鱼吃去了。真假的？真的。这还没不知道给咱俩拿出来。咱俩是不是可以直接吃呢？可以，不要喊的吗？出来了。窝奶呢？窝奶呢？又烤鱼吃。啊。烤了。还行，这样式的拿两个走吧。在这吃，大成。不用管他。游戏少年。真不扛叫呀！还游戏少年。哇。这生活状态多好，这小日子，你就说说吧。你们俩咋不回家呢？干啥？他说咋回家？这个小鱼儿放在炭烤上也好吃。我觉得这样炭烤的更好吃。有烟熏火燎味儿。完了，烤那种焦焦的。这个串也能吃啊，搁这里面烤，给这烤的酥脆的。俺们家有这个美食，对，就是鱼刺儿那个美食，确实是有。咱们小时候吃那个什么鱼脯，不就是这玩意儿吗？对对对。嘎嘣脆呀！老酥了，老酥。你们这是吃的太狠了，一点肉都给我留，留一点点更香，你知道吗？吃鱼刺儿，你看，你看。那你就找我姐，我姐狠的。肯定干，太干净了。你看这个，这还行，给我留点，你看。